心态试了一下，果然顶呱呱，你们都比我会吃呀。先把三克可可粉化在油里面，再加18克牛奶，搅和搅和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工具全部都用小的了？因为这个量真的太少了，大工具施展不开。再来打蛋清，加一点点柠檬汁，加一点点就行了，因为蛋清真的太少了。戚风一定要是这种立体的小尖角，它才可以长得高。再给它混合面糊，这是一个4寸标准的模具，不是加高的哦。上次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加高的，好像有点满哈。如果你觉得多了的话，可以加个纸杯蛋糕。有一点蘑菇顶了，但是影响不大。给它倒扣。我可想吃奥利奥咸奶油了，今天终于吃到了。把屏幕上的这些全部都倒进锅里碗里，海盐油要放的很少，所以要一丢丢的放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放多。奶油在打发前要把这个饼干搅一下，要不等会打发的时候会溅起来的。打到差不多9分发就可以了。这下面沾了一点奶油，给它擦一擦。我刚刚偷偷尝了一点这个海盐奥利奥咸奶油，真的太好吃了，绝绝子。完成，简直是太可爱了，萌化了我的心，好喜欢做这种4寸的蛋糕呀。